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idi。Hello， 系啦，咁我哋今日咧就想拍一条片咧，我自己谂出嚟嘅，就叫做你知道唔知道？咁就系我哋每个人咧都准备咗五条至六条嘅问题咧，就系、是、一啲我哋平时其实系有提及过啦，有讲过嘅嘢，但系觉得对方应该系冇心装载啦，又唔会听啦，又唔会记嘅嘢嘅。咁而家咧，咁所以咧，我哋今日就去问对方呢啲问题，睇下究竟命中有几多咧，答唔中系要打嘅。我觉得我一定答得中晒咯。我咁留意你，黐线，仲可能唔知道我画画好靓，做咩？好啦，我哋而家就开始啦。好啦，咁第一条问题啦，因为咧，其实我自己冇谂过生唔生小朋友嘅，咁但系咧，我系有谂过，如果我生到一个女嘅话咧，个女个英文名我系谂好咗嘅，我讲过好多次噶啦。我知啊，哇，但系好深噶嗰、那个英文，系啲星系啊，或者啲。唔係 Sailor Moon 女好啦，我準備好俾人打啦。哇，答啱咗啊！答乜嘢啊？我想個女叫 Aurora 啊嘛，哦，北極光啊嘛，有冇記憶啊？有冇記憶？有啊！我有自然做邊間？我覺得我一定答得中曬咯。我覺得我一定答得中曬咯。喺個台講過喎。你讲个地区都得啦，啱唔啱啊？炮台山啱唔啱啊？系咪嗰个斜路上面嗰、那个？都啱啦，唔系我唔系普马山路嗰度，系德国咧有条路斜路上去。呢条实答得出啊？你可以答嗰个地区同佢嘅类型。如果你應該唔會答得出佢個名字。如果答得出佢個名字，你會唔會愛我？我會好愛你，但你冇可能答得出。我覺得喺香港最中意嘅餐廳。咩嚟㗎？我話咪西班牙菜咯，喺中環嘅。唔係。係咪完全錯曬？嗯，你知唔知依間係邊間啊？係邊間啊？銅鑼灣一間嗰間鐵板燒。哦。係啦，嗰間。是因為充滿了我成長的一些不同的階段變化。我真的喜歡吃那間，但是你我當那間最喜歡的。最喜歡啊？那我問我。不用啊！我不會不記得的。我會考多少分？這個我不知道。有咯，有一定有說過，還有哪科最高分。我是搬埋会考的东西回来。是啊，我谂住由细细个开始问咯。哎呀，我有想过，我本来全部啱晒，我有想过啊，我想过是咩事啊。哦。是啊，但是不知我记得你二康好像好过我，所以我就。哇，我得到16分啊。你几多分？对啊。好啦，跟住，哇，呢题超简单。呢题送分题。我近视几多度？你跟我配过咁多次眼镜，陪我去过买咁多次 call， 咁你数细啦，好啦，咩左右唔一样噶嘛？唔系啊，但如果我因为左右唔一样，你系错晒噶。即系先，我个答案喺度啊。我呢就好简单嘅，大学嘅 intern 喺边度做？哦，我知啊，送分噶，系啊，冇错，系马会嘅。在那裡度過了一年的 intern 生涯。這題呢你沒可能知道答案，但是你很應該要知道。今年我送給你媽媽的生日禮物是什麼牌子？但是我是一路買一路跟你講電話的，還有我一路已經發了一些那些網址啊 Facebook page 告訴你知我會買那樣東西，問你好不好，所以你從來都是答我好啊，沒所謂啊，你喜歡啦。是啊，那些女人又不懂就行了。咁但系都系买俾你妈咪噶嘛，又唔系我自己买俾自己嘅嘢。Body Shop 唔系咯，呢个系咩牌子嚟噶 ？Body Shop 啲嘢边有咁贵啊？系咩？你知唔知个星嘢几多钱啊，大佬？阿妈啦，阿妈生日都唔知啦，阿妈生日都唔知啦。呢个其实都好简单嘅，不过我想你
喺鏡頭前面講一次。咩嚟噶？我愛你嗰啲咩？唔係。我哋第一次食飯食咩餐廳嗰啲？唔係。我哋一齊咗之後，第一次嗌交嘅經過咯。你記得啊？點會唔記得啊？你真係記得㗎？我真係記得㗎。你寫咩啊？我寫咗喺奧運打羽毛球嗰次咯。哦，邊個近啲啊？咁梗係奧運嗰次啦，只啱啱一齊啫嘛。係咩？係啊，誒咁你講下呢個奧運打羽毛球嗰次。對啊，因為咧我自己係一個如果好肚餓咧係會黐咗線嘅人嚟嘅。然而咧，我對食嘢有要求，即係我又唔可以求其去食一間大家樂。即係如果我心裏邊係好想有一間餐廳去食，而係去到嗰間餐廳，我哋又迫切地唔可以排隊，因為可能約咗人有時間限制。跟住咧，我就會一路喺度發脾氣咧，就會一路暴走咯。我係一嬲就暴走嗰啲人嚟嘅。跟住之後咧，佢追下我之後咧，自己走咗去咯。跟住之後我走咗咧，無啦啦走咗。我冇無啦啦一路行啫嘛，跟住你擰轉頭你走。我真係我冇擰轉頭啊，我只不過行慢啲啫。喂，你打再咧，做咩打我？嗰次都唔算係鬧交，都冇鬧到嘛。單方面發我脾氣。我單方面成日都發脾氣噶啦。都好，你都喺鏡頭前面。對啊，我係港女啊。對啊，你係港。呢題你一定要識啊！是嗎？我最喜歡的歌。最喜歡的歌，這個是我們剛剛個旅行的時候呢我有說過的。你不是琪琪都不同？不是啊，我有一首很喜歡的歌。那我寫了幾首大包圍。我怕你大包圍都錯，一錯到離曬大譜。我那天是跟你行街逛的，我們在日本的時候跟你說，你知不知道我最喜歡的歌是什麼？若问世界从我心，会令首嗰两首你都同我讲过啦，你中意。你嗰两首有一首系因为我小学毕业礼即系表演嘅歌，另一首系嗰排突然间好中意嘅歌啫嘛。但系次次音乐一响起，你就入歌。都唔关事，乜嘢音乐一响起就入歌。到你啦，最后嗰题啦，冇啦。最后嗰题，我最中意嘅国家喺边度？你最中意嘅国家系咪大热门嘅国家嚟？都唔算嘅。我呢个真系唔知喎。好似有 send 过啲咩俾你睇咧？呢个国家好多靓女。你去到度度都话夹女噶啦。咁系，我喺香港都有夹。咪系咯。即系我用女仔靓嚟去估呢个国家啦，吓系咪啊？瑞典啦。原因咧真系因为多靓女啊。系啊。但你都冇去过，你冇 fact check 过，你点知道啲女仔系咪真系你中意嗰啲靓咧？唔系就我都中意佢对国家队。我又谂过，我又从呢样，我又谂过啲咩阿根廷啊嗰啲，即系嗰啲足球嗰啲国家队嗰啲。你唔谂住打我噶啦嘛？咁我哋就即刻同佢 ending 啊！我一定系赢嗰个啦。希望大家喜歡看今天這條影片，如果你喜歡的話記得給個 like 和 subscribe 的 channel， 我每個星期都會 upload 兩條新片的。好，沒什麼事，我們洗碗了。我逢星期六的3點和星期日的12點。是的，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